Hello，大家早。今天是12月31号，也就是2020的最后一天。今天也是我在广告公司实习的最后一天。那我现在可以在这边拍影片的原因，是因为同事都去开会了，所以我才可以来偷偷录影。对，我这支影片就是想要记录一下2020最糟糕的一年，最后的一天终于要过了。晚上就是要去2个朋友家，我度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最后一天。希望明年就是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待会就看公司会不会提早让大家下班，因为我们公司在信义区，所以如果台湾下班的话，交通会蛮不方便的。那我们就晚一点见。Checklist, one, two, three. One, I put you first. Two of everything you deserve. Three wishes, please. Get you diamonds from your feet. Name it. Yo! What's up? 现在我们在梅根的姐姐的男朋友家的顶楼，可以看得到烟火，然后还有 view， 然后还有身后的一堆酒。超多酒 Highway， 然后 Red Bull， 然后 Costco 的那个什么苹果酒，然后等一下把它们全部喝完，然后野格，然后很多不知道香槟，那什么白酒、哦、I don't know， 然后再更多的 Highway。 我们现在在等倒数快，现在是58分，是吗？58分，哇，58分。好，这一趴结束，下一趴。对，新年快乐！来到第二趴，现在来到我国高中、国中而已，国中同学家 ，Curtis。